太空战士四代 DS 版的实况开始，赶快去巴隆城找希德的徒弟吧，要请他改造飞空艇。巴隆的，不对，希德的徒弟应该是在这边吧。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在这边。不是吗？还是在另外一边。糟糕。这里是红翼。这里有宝箱，锥剂，麻醉剂，豆的甲，换换羽毛，换换尾巴，换尾巴，豆的甲。这样子吗？这里吧。デシルさん、親方に頼まれていたんです。代谢先生，我们的老大拜托我们。服を作ってエンタープライズに取り付けるようにって，要我们在飞空艇上，在企业号上面装钩子。哪里啊？トヨマですよ，不算什么了，一下子就结束了。飞空艇装钩子，これでホバー線を引き上げて移動できます。这样子就可以牵引气垫船移动了。エンタープライズに乗ったままホバー線に重なり A ボタンで合体分離が可能です。可以在乘坐企业号的时候别在气垫船上面按 A 钮，这样子就可以合体跟分离了。これで箱入りの塔のあるデブラーナの洞窟にも行けるでしょう。这样子你们就可以去巴布伊尔塔所在的那个艾布拉纳洞窟了吧。アイリクの前代，这个前代怎么念に、ホバー線を下ろし、乗り換えていくのです。你就在大陆的浅滩上放下电船，再改搭气垫船去吧。実はシドは、其实希德他元気すぎて困りでしょう。他人那么的有活力，
应该对你们来说很困扰吧。殺したって死ぬようなことじゃないですからね。他可是杀也杀不死的人啊。それじゃ、僕たちは仕事が山積みなんで頑張ってください。那么因为我们的工作还堆积如山，我请你们继续加油了。觉得这么厉害，居然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算到了要去那座塔了吗？我觉得这故事写的有点太过合理。在我高中时代，我觉得他们在是最好玩的时代，最喜欢的是时代。不过在会了一下会日文之后，这个想法稍微有点改观了。我现在比较喜欢的是九代。记录一下吧。エブラーナ、バロン南西の島コニカ。エブラーナ，在巴隆国西南方的岛国啊。ギルバートの帆船、元気かなギルバート。吉尔伯特的气垫船，吉尔伯特还好吗？エブラーナは忍びのマスエイのコニトキクナ。我听说艾布拉纳是忍者的后代建立的国家。バブイルの塔の地上部、ここにクリスタルが。在巴布伊尔塔的地上部有水晶。玩到这个地方大概也已经一半了吧，很快就要全破了。是的，我记得高中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八个小时就可以全破了。巨人的护手，巨人的护手，回避降低十，一定要加十，还蛮多的。应该给他装才对吧？
怎么又出了闪电啊？你尽量采用精神哭。还没加 MP 就干掉了。自信跟精神。苦苦努克雷巴伊布拉纳的马奇尼塔多里茨库诺卡，穿过这里就可以到达埃布拉纳的城镇了。あの塔地底から天高くまで続いてるなんて，那座塔居然从地底直达天际啊！아무런塔가그래다게지각해봐이브라나와스테니이란埃布拉纳塔正面的靠近，那对巴布伊尔塔正面的靠近，那埃布拉纳应该已经不见了。卡西达，埃布拉纳的塔米奥，埃布拉纳的人民，他们不会有事吧？吸血鬼的牙，我刷实在太慢了，点 MP 吧。上升。点击。哎呀，我一直搞错了，他们落点不是闪电啊。之前一直没有看到画面。是冰吗？还是火焰？对不起。不错，狐狸镜换能量，
就是一路闪电了。冰呀，到底是冰。不通。你说这次下的不错。不会速度哥。哪里要吃什么难打人间卡啊，是人类啊。旅馆那是道具店。这里好像不太需要。这个叫好了。我的我库里塔卡奇埃布拉纳的他们，我们是荣耀的埃布拉纳子民。西罗欧瓦雷伊玛雅库诺钦啊，我来的那期，我们被赶出城堡，这里目前就是我们的居住地。武器防具店。力量状那没上吧，防御运动兵甲黑袍，我们继续跑吧。啊，不应该买黑袍的。全面变路。力量战不错。接下来ここには生き延びた人、生き延びた者たちが逃げ込んでいる。活下残存的人都逃到这里来了。ちょこりょうも残り少ない、いつまで持つのやら。已经剩没多少粮食了。到底还能够撑多久呢？若様が様子を見に行かれましたが、帰りが遅すぎる。我们的少爷去看状况，但是都还没有回来。ここはルビカンテの本拠、アブリュの塔に。十字路抜け道です。这里是通往路比康特的根据地巴布伊尔塔的通道。
既然如此，那不应该先走这里吗？あのような魔物が一体どうかろう。那样子的怪物魔物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因忍術を誇るエブラーナがこうも簡単に破れるとは。拥有着高超忍术的艾布拉娜，怎会那样轻易就被干掉，就被打败？我希望艾布拉娜能开了我加老开了我开了我家。我靠哇，估计哇瓦鲁因啊，比亚萨西又卡塔，不是艾布拉娜的加老。你的少爷虽然嘴巴不好，嘴巴坏，但是人很善良的。奥托奥希诺。敵討ちに馬夫色の塔へ乗り込もうと抜け道を掘っておる。他为了要替王和王妃报仇，而挖了密道要通往馬夫色塔。しかしどうしたことが、しばらく姿が見えん。よもやまた無茶なこと。可是这一阵子都没有看到他的人啊，不知道怎么回事。难道又在忽然来了吗？お母様が悪者をやっつけてくれるって言ってたもの。すぐお城に帰れるわよね。少爷他说要帮我们去打倒坏蛋，应该我们马上就能够回城了吧？お母様が留守だったばかりに、王と王妃が。就在少爷他不在的时候，王跟王妃被我哭的孩子。お母さんは僕が守る。お腹お腹お腹の弟か妹がいるんだ。我要保护妈妈。妈妈的肚子里面还有弟弟或者是妹妹。エブラーナの忍者の血もこれで終わりかの。エブラーナ的忍者的血脉就到此为了吗？到此为止了吗？あなたしっかり、亲爱的、振作点。お母様ならばきっと敵を撃ってくださる。少爷一定能帮我们报仇的。有治疗剂。好，那就继续闯吧。哇，好多宝箱哦。应该是用不着了。没死啊。帐篷。お母様が大事にお一人で。少爷他一个人去敌方阵营了。お母様を止めて、请去阻止少爷吧。
这个神库超满的，哇，加力量而已。亚布拉纳摩欧亚欧普辛亚，亚布拉纳的王跟王妃也遭殃了吗？亚布拉纳尼摩欧吉萨曼嘎，伊鲁巴托米泰纳希通的哈呢？亚布拉纳有王室在，是像吉尔伯特那样子的人吗？伊比康特尼希托伊德姆卡沃托瓦穆恰达，居然要自己一个人去对抗卢比康特。太乱来了。この先がバブリの塔に。再往前就是巴布伊尔塔了。能挖出这样子的密道，也不简单呢。太神奇了。根本用不上假哭啊。お母様がロビカンテよ。少爷他去找卢比康特，高等治疗剂，药物，等治疗剂。需要怎么去？难道是从这里吗？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哇，原来加的超好的，一次加的超差。
动脑筋了。你去搜过那个宝箱好了。刚才无理剑，一针。云沙路，凤凰尾巴，凤凰尾巴，蜘蛛丝，你这样，很灵药，很灵药，那个宝箱到底要怎么拿？这里吗？高等制药剂，这样子而已。啊！已经装回了，我这边进不去了。这是偷袭呀、啊。还好还加八点 MP 的，一定要。
六点。吸血剑。不是这两只的话还好。阴神的雨，你这个尸体到底讲什么？什么东西都没有。等一下，睡个觉吧。引擎消耗程度用帐篷就够了，用不着小屋。呀，原来只是自行的，我吓到。拿宝箱药剂，单的麻醉剂，やっと会えたな、ルビカウンテ。今日という日を待ってたぜ。终于见到你了，ルビカウンテ。我等这一天等很久了。どこかで会ったかな？我们在哪边见过吗？俺がエブラナ王子、エッチ様よ。本大爷是艾布拉纳王子艾吉啦。埃多瓦多·杰拉鲁大爷，因为他的全名并不叫做艾吉啊。埃布拉纳·南诺库多克纳，艾布拉纳什么东西啊？太没能无能力，提提米亚格勒，问你自己啦。一个人要单挑他，一定火盾，对他用火盾帮他加血啊，笨蛋！难打，说了阿瓦雷那句词，哎，真是可悲的法术啊！炎はこうして使うものだ。火焰要这样子用才对。火焰龙，3466。小，可恶！確かに自信を持てるほどの強さだ。しかしこの私にはまだ及ばぬ。你的实力确实。够资格有那样子的信心，不过还不及我。我得要明白的可以，意思等我爱听你那路走，就好好锻炼你的身手吧。我随时都会奉陪。这么好，阿奇阿嘎嘞，站住！来就不卡，你没事吧？啊，马萨克奈。那我的一个马克鲁男子，真是太丢脸了！我居然会输。我他是他是马卢比康特的莫茨库里斯塔多奥特鲁诺，我们也正在找卢比康特身上的手中的水晶。有大斯纳，那此外我的一个孔诺特的布塔乌斯，你们不要出手，我一定要亲手干掉他。
相手は四天王だ。天王だぜ、王子様。对手可是四天王啊，王子。牙齿の強さを味わったろ。你也看到他的，你也知道他有多强了吧？哼，俺はただのアマちゃん王子と思うなよ。哼，你们可不要以为我只是个老是会要依靠人的王子啊。テブラーナ王族は代々忍者の奥義を受け継いで、んだ。テブラーナ王族代々都传承了忍者的奥义。おめえらより一枚も二枚も、五枚だぜ、上手だぜ。我可是比你们强很多的。いい加減にして、你也差不多一点。もうこれ以上信じゃうのは嫌。我不要再看到有人死了。这样的我即将も、羊も、他的爷爷还有羊，他们都记得呢。我即将も、みんな、みんな、还有西德大叔，嘿，他这一次该讲大叔了。他们都，哦喂，弟弟啊，别哭，啜泣。相手は四天王最強だ。地面があるかどうかもわからない。对手他是四天王最强的人，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胜算。だが僕たちは奴らからクリスタルを取り戻さなくてはならない。但是我们必须从他们的手中把水晶给拿回来。こんな綺麗な姉ちゃんに。那可得谈家西欧个呢？哎，让这么漂亮的大姐哭泣，真是我不对。不过把子跳哭帽子那一刻，那我就跟你们一起行动吧。まったくこんな体でこっちの部屋内王子様だ。哎，都已经这个样子，讲话还不知好歹，真是个王子。ミルニタエン、おいローザ。真是让人看不下去。喂，罗莎，加入啦！中等的治疗术。Thank you， 内江。安塔莫毕竟的呢？谢啦，大姐，你也是个美女呢。不下，我们将那个有苦努力苦冒头笑的。好，那我们就一起开开心心的闯入进闯塔吧。求我喜意呢？这个人实在是……あれがルビカンテ最後の四天王か。那就是四天王，最后的四天王ルビカンテ。なんなのこの王子？大人のくせに子供みたい。王子是怎么回事啊？明明已经这么大了，长那么大了，还像个小孩一样。この男、こんな状況下で軽口が叩けるとはな。这个家伙，这个人呢，在这样的状态下，居然还可以缩小。随分と気さくな王子様ね。嗯，真的是很活泼的王子呢。很率性的王子。今すぐ行くぜ、ルビカンテ。我马上就过去了、ルビカンテ。来队伍吧。第三十五集。距离变低，变这么低。看起来没什么好换的。调整一下他的技能。
我们新的时代多了头尾，以前是没有头的。有人数后列站，还有后列站的。我都没有什么需要换的，还是有什么可以给他？早야크치오모이다스흥단都是一些他装了也没什么屁用的东西。好吧，这样子吧。花絮没有偷到，啊，还没有，这里居然不怕冰了。你不怕火。普普通通，どうやって侵入するんだ？要怎么样进去呢？嘿嘿，卡贝努克的就知道，用穿墙术。哎呦，都嘿。墙术就进去了。忍術、魔法とは違うもののようね。忍術跟黑魔法好像不一样的样子。さすがルビカウント。内部の守りも恐ろしく硬い。不愧是卢比康特，内部的守御相当的扎实啊。阿贝努克の術、忍術ってどうなってるの？穿墙术、忍术是什么样的法术？なんなんだよこいつら、ただもんじゃねえ。这些人怎么回事啊？看起来并不是寻常的人呢。ルビカウントが守っているとなると、ルベーザーは、既然有ルビカウント在守的话，那ゴルベーザー他也，精神哭了。拉斯塔，应该不会死吧？哎呀，无限！
边，很短。我们使用反射术。我们的沙漏，无蚊帐，以前是好东西。精神加六，我当然是要装了。没事。这个还不错。沉默也不是为了，不过我跟点点点一样烦。哎呀，可是我已经没有回音草了。Oh, God, 巨人杀手。三只 Oh, God, 很糟糕。
好的，阿斌。不花电，嗯，啊，不突破他的精神，哎，弟弟也是不错，还好。剩下30点的 MP 了，感情你消耗的也是多。游戏加的不错，等一下不能拿到巨人杀手，力度降低，你好，
到30点的 NP。 没偷到，难偷了。我3次都没偷到，我休息了。阿米亚的竖琴，我总浪费，去死吧！体力。还以你家的力量速度体力，你去哪帮我？暂停。哎呀，没有。Ladies, no.魔法全体化之后，就能逼的那吸 MP 也是可以全部人都一起吸的，相当的方便。有神的酒，有神，这个没救，不可惜。哎，真是的，那就吸不到东西了。你看能偷到什么东西好了。别跟我说我99啊。
护弥陀。记得偷工实在太差了。开始动。我先踢了。啊！刚才你吸不到 MP。啊！果然是救神的救。好吧，这样其实不想带这种烂货。找到超生了。卡印不错，人生。麻痹，沉默，我的麻痹。50吧，50，太好了。普通，有点差。
巫魔，可以看出这个是暗器的武器。盾枪，武盾。好吧，睡个觉。有炸弹，呼吸。我出了声。你看，不是。干脆就被我干掉。你就出一是冰哦，一批比我想象中还要多。
就受教。应该不能说普通，有点差。10000块钱。画术，朗读写，哎，真是败笔，当然吸不到一瓶。親父、おふくろ、パパ、ママ、よかった、お前も無事だったのね。太好了、你们都平安无事。おふくろも、ママにえ、エチ、お前もいらっしゃい。エチ、你过来吧。私たちと一緒にな。跟我们一起。え、どこへ？要去哪里呢？地獄にね、去地狱呀。快来，艾吉！后退，艾吉！被赶走了。一起到地狱去吧！什么都没有。问题有效吗？妈妈呢？也是什么都没有。被吸到66点的问题不错。我的攻击啊！落ちちまんだ、落ちちまったんだい。到底怎么了？おふくろ、おやじ、パパ、ママ。
来去路天气倒是蛮多的。不要叫他打自己爸妈了。不是真正的人。如果是真实的状况的话，应该是打不下去的。没死啊，血挺多的。对方只会使用初期的魔法而已。一万无限，我的大友，那是我。后头应该流星又突然落下，我跟王妃的良心恢复了。艾奇卡，我心里话说起去，埃及吗？听我说，我来，我来，我莫一头丢我那，我们已经不是人了。一提一提我，一看那怂在那罗的，不能够再活在这世间了。安塔尼，如果什么都干那块的。没有东西留给你，エッジ。我没有东西留给你。我意识到阿鲁奇，在我们意识还在的时候，我来，我来，我可可我斯达兰内巴拿来，我们必须离开这里。阿托塔农达，阿托塔农达做エッジ，后面就交给你了，艾奇。亚达，エッジ亚达，不要，你不要走。大友拿了 H， 要逼的 H。待って、おふくろ、等一下，妈妈。やだ、我不要。太过分了！ルピカンテ，ルピカンテ，你，テメエだけは，我绝对不原谅你！把你的双亲变成魔物的，是卢盖尔，卢盖爷自己做的。その指令は詫びよ。我要向你道歉。少乱，少胡说八道。我喜欢像你这样子有勇气的人。但是像你这样子受了感情影响的人，是永远无法变强的，无法变真正变强的。让你瞧瞧。全部是人类的怒气。
己的力量不行了，学会了水遁跟雷遁。我不是有意思，怒气可以让你发挥降子的力量吗？但是我的火焰披风也可以挡住冷冻的冷气的冻气的，但是预告啊，一心我帮你恢复吧。拿出你们的全力来！披风出现的时候不能用火焰，不能用冰。东西，哎呀！阿加西，击不到。我跟我爱情死掉，不然不死鸟的尾巴真是这么慢，真挂，真是太虚了。一根精神，全家不错，全家。そんな手があったか。力を合わせるという手が。居然还有这样子通力合作之道啊。ルベイダ様も天を手を焼かれるわけだ。お前たちは立派な戦士だ。也难怪ゴルベイザー会这样子感到棘手了。你们是个很出色的战士。また、あいまみえようぞ。一直到卡卡拉兹，有缘再相见吧。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再见的。親父、おふくろ、敵は取ったぜ。
爸爸妈妈，我帮你们报仇了。我靠，少爷。咦，米纳姆，老爷子还有其他人都来了。わしらも戦いますじゃ。夏は、ルビカンテはいつこに？我们也要应战。他呢？那个叫卢比康特的在哪里去了？もう死んだぜ。我已经解决了。哦，さすがはワカ。啊，不愧是少爷。これだけじゃない。こいつらのおかげさ。也不只有我而已，还多亏了他们。哦，その他たちが。啊，你们。一体何者だ？グルベーザーってのは。那个叫グルベーザーの人到底是什么人？クリスタルを集め、次へ行こうと企むルビカウンテを操る者だ。他是操纵ルビカウンテ、收集水晶、想要去月球的人。あの夜空のお月さんに、なんでまた？要去那个晚上的那个月亮，怎么会想要这样子做呢？次には世界を破滅させるほどの力が存在するらしい。据说月球上有足以毁灭世界的力量。私たちそれを止めるの、もし要去阻止的。グルベーザー、すべてはそいつの優勢、優勢ね。グルベーザー、一切都是因他而起的，不可原谅。我靠，我靠你哇！我靠，エブラーナの再建が。少爷，少爷，您还必须要崇敬我们艾布拉纳。艾布拉纳大概家内，你看一个阿布奈的，并不是艾布拉纳的问题，是整个世界都有危险了。布雷蒙格鲁贝扎提亚罗乌，诺特德布奇诺梅纳克亚，听阿斯马内，我要亲手去揍那好好的揍那叫做格鲁贝扎的家伙，才能够消这口气呀、啊。我靠，くれぐれも気をつけて。少爷，路上可要小心了。啊，わかってるって。さ、こっから先は俺に任せな。啊，我知道了。接下来就交给我吧。わかりました。うっすはお任せを。我都知道。就交给我们来看守这个家园吧。皆さん、わかを頼もうします。みんなの衆、会えるぞ。各位、少爷就交给你们了。好，我们回去吧。若様、ご無論の少爷、祝你一路好运。哎呀，知道。よっしゃ、行こうぜ。グルベーザーをぶっ倒しな。好，我们走吧，去干掉那个グルベーザー。クリスタルを取り戻すの。我们是要去拿回水晶。啊，我卡特勒德，啥？你看我这。嗯，我知道了，走吧。我托西亚纳，有现金。どうやら地底の方まで落とされたらいいな。看来掉到了地底下来。なんてことだ。ここから地上部分に戻るには、怎么这样子呢？要从这里到地上去的话，要怎么回去呢？もうクリスタルが揃っていってもおかしくないことだわ。嗯，这时候他应该已经把水晶给收齐了。掘り出しに戻るとはな。そがんと。あ、掘り出しに。竟然又回到原点了，得快点才行啊。上部分まで歩いたらどれだけかかるの？要走到地上，用走了到地上的部分，要花多久的时间呢？
기대다도그로토동다게데켄다이디또다到底有多大嗯，一些部分是之前得不到的部分。我现在没有敌人，刚讲就出现敌人。去吧，你是良机。一血不能够反击，嗯，就被空艇了。哟，这是我听到新加坡一颗腿，敌人的新型飞空艇。要下，我一次得打修七二的。好，用这艘船逃出去吧。这么听到一颗腿的哟，可是是敌人的飞空艇哎。硬的哟，我给他进个这个大号，我可以自己偷点我呢。有什么关系？这个东西，这艘船给我们用啊，还比较好呢。我那讲哪里可惜了？应该不会是陷阱吧？金牌伊拉奈德，我来瓦基尼达泽，不用担心啦、啊，我很喜欢这艘船呢。よっしゃ、名付けて、ファルコンってのはどうだ？啊，就取名叫做飞鹰吧。马大哥，你这个人真是……你说过打虚的打，我们快点逃出去吧。阿鲁孔哈信，飞鹰出发。所以在地上世界的叫做企业号，在地底的叫做飞鹰。有专制。飞空艇不能飞在岩浆上面。嗯，如此的话，岩浆地下世界没什么东西，继续往上吧。砖子，哎呀，不行啊！啊，好像没有先回矮人国。
好吧，那么这次就先时光到这里了，谢谢欣赏。